小朋友，你们要去哪里？你们要去什么地方？我们去厨房。去厨房去煮饭还是去吃饭？煮饭。煮饭。你会煮吗？会。你会煮什么饭？干饭。干饭。怎么煮？你讲给阿姨听。温水，烧火。我是用什么烧的？柴。哪里去找柴？星期六去找。星期六。几年级煮饭？三四年级。那几年级剪裁？也是三四年级。但是星期六啊，煮饭有轮流吗？今天轮到你啊。今天不是到我，昨天到我。昨天到你啊，今天轮到谁？今天到。帮忙的小朋友们，蒙燕妮，你们两个是姐妹吗？不是，不是哦，啊，怎么那么像啊？名字？啊，不知道。你们一直都会彼此帮忙，是不是？啊，会吵架吗？偶尔。上一次吵架是为了什么事情在吵架？不太记得了。不太记得了。死了。哦，在你几年级的时候？都可以。大家在求一下，可以让我们点了。红色的是吗？好好好，你看。再来一个。哈喽，一点点。那个呢？我你们中午可以请阿姨跟你们一起吃饭吗？可以。小朋友，你自己煮的哈，煮的好辛苦啊！阿姨看一下，好，好。小朋友，今天的菜都是你自己煮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怎么没有吃干饭，吃稀饭？稀饭比较好吃。稀饭比较好吃啊。你说你叫孟什么？阿姨又忘记了。蒙燕莲。蒙燕莲，你今天煮了几道菜？四道。四道菜，一道炒青菜，一道炒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吃吗？好吃哦。你几年级？啊，你吃得完呢？
你会写名字吗？会，我不会写名字，我还读四年级。你说四年级就应该要会写名字，对不对？二年级啊，一年级就应该会了。一年级就会。好，你写上你的名字哦。这哪里啊？那你们这年级表现再来写字比较好。萌什么？啊？萌燕莲，几年级？你写上几年级？什么学校？你会写吗？你知道吗？他吃很多哎。林爷爷，你现在旁边那个就是今天的厨师。你去换菜哦。我从他放学，他去菜园摘菜，摘菜回来开始捡菜，开始洗菜，开始做菜。一个盆子哦，去摘菜。他们每个小朋友都很棒。我给他们加肉就好了。所以在台湾少吃一餐麦当劳，来帮他们。每一个人都在吃鸡腿，这里不是。他们很棒，这些小朋友真的很棒。而且竟然是国小二年级、四年级，二到四年级，对。然后还照顾他们的同学。对。这么多。你第二碗也吃完了。我不吃了。你不吃了。